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姐妹，让我们准备心灵来参与一下圣祭，信赖天主的宽容慈爱，祈求他宽恕我们的罪过。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敬大家祈祷。上主，仰望你的人获得力量，我们身性软弱，没有你的助佑便一无所能，请你赐给我们勇气和恩宠，使我们遵守你的诫命，所言所行都能得到你的欢心。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为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列王记下。那时阿哈奇亚的母亲阿塔利亚见自己的儿子已死，便起来消灭王室所有的后裔，但约兰王的女儿阿哈奇亚的姐妹约舍巴将阿哈奇亚的儿子约阿士从被杀的王太子中偷了出来，把他和他的奶妈安置在寝室内藏起来，没有让阿塔利亚看见，这样才没有被杀。约阿士和他的奶妈在上主的殿内隐藏了六年，当时由阿塔利亚主持国政。第七年，约雅达派人将众百夫长、加利人队长和卫队长召来，领进上主的殿，与他们立约，在上主殿内起誓，然后引君王的儿子出来与他们相见。百夫长就按照司祭约雅达所吩咐的一切去行，各自带领在安息日值班和在安息日下班的士兵来见司祭约雅达。司祭便将上主殿内属达卫王的刀枪和盾牌交给了众百夫长，卫兵每人手持武器，自殿右至殿左，面对祭坛和圣殿，环立在君王四周，然后引出太子来，给他加冕，将约书交给他，立他为王，给他富有。在场民众都鼓掌欢呼，君王万岁。阿塔利亚听见民众叫喊声，就进上主的殿，在民众前，他一看见君王照仪式站在高台上，官长和吹号角的都站在君王两旁，所有当地人民欢乐吹号。阿塔利亚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约雅达司祭即吩咐带领军队的众百夫长说：“将他从行列中赶出去，凡跟随他的都用刀杀死。”原来司祭曾吩咐说：“
不可在上主的殿内杀他。于是众人捉住他，当他由马门进入王宫时，就将他杀了。此后，约亚达使君王和人民与上主立约，做上主的人民，又使君王与人民立约，然后所有当地人民都到巴尔庙去，将庙拆毁，将祭坛推翻，将神像完全打碎，在祭坛前斩了巴尔的司祭马堂。司祭约亚达又调派士兵把守上主的殿，全国人民都欢乐喜庆，京城也很平静。至于阿塔利亚，已在王宫被杀死了。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选择西庸作为自己的王宫。上主选择西庸作为自己的王宫。上主既然向达卫起了誓，真理的约言绝不再收回。我要使你的亲生儿子登上你自己的王位。上主选择西庸作为自己的王宫。若你的子孙遵守我的誓言，也遵守我教训他们的法典，连他们的子孙也必定要世世代代坐上你的王位。上主选择虚庸作为自己的王宫。的确，上主特别选择了西庸，希望西庸作为自己的王宫。这就是我永远安息之处，我希望常在这里居住。上主选择虚庸作为自己的王宫。我要在这里使达卫出人头地，我要给我的受缚者贝妥明灯，我要使他的敌人个个备尝耻辱，我要使他的王冠在他头上发光。上主选择虚庸作为自己的王宫。阿里路亚，阿里路亚，阿里路亚，阿里路亚。神贫的人真是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于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朽饰，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朽饰，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健康，你的全身都是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全身就都黑暗，那么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那该是多么黑暗。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边呢，提醒我们能够谨慎小心，不要被地上的这个财富所蒙蔽。他提醒我们说，这个世俗的地上的这个物质的财富是可以腐朽的，是暂时的。所以我们的人生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些财富上面。他还进一步说，用这个比喻说这个眼睛是这个身体的灯。那么如果眼睛不健康，那么全身也会受影响。那么就指说，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被这个财富所这个蒙蔽，变成我们心灵的这个眼睛是不健康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意念，我们的这个心思
完全被这个世俗的财富所牵制的话，这个心灵就不健康了啊。所以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这样的心灵不健康的话，那么整个生命就失去了它的这个健康，整个生命的意义啊就受了损害。所以耶稣的话很明显的就是提醒我们，他当然不是指说我们人生活不需要钱，我们人生活不需要物质的东西，而是提醒我们不要被他所牵制，不要被他宰制，变成我们待人处事都是以这个为我们的这个终点，对我们的这个中心，那么当然就对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生命就造成很严重的这个破坏。上主，万里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劳苦的过食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里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为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体。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天主，你以食物维持我们的生命，又使我们现在呈上的饼和酒成为圣事，更新我们，请你广施此恩，使我们身心能获得你的助佑，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这是我们的主基督以仁爱创造了人类，以慈悲救赎了该罚的万民。尊威的天主，天使和天上诸圣借着基督赞美你、听从你、敬畏你、欢悦庆贺你，请你恩宠我们，也和他们一起谦恭地同声赞颂。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跟宴舍生疏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今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意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敬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学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和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生荣福玛利亚，她的敬佩圣罗舍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献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请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世代得享平安，更请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的来赴圣殿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主耶稣，我真心全心你，在身体生世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像你是在到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啊，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所领受的共荣圣诗，使我们在你内合而为一，
愿这圣事不断帮助你的教会，使他在团结共荣中生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弥撒礼成，传福音去，感谢天主。